Hello, everybody！我又来了，我来干嘛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边。大家看看，我手上这本是什么呢？是一本旅游书，《桃园旅游全攻略》。我想大家台湾都一定还没玩完，先别急着要出国。这一次呢，我拿到了这本《桃园旅游全攻略》。虽然说我台湾已经去过很多地方去玩了 ，but 台湾没有玩完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我这一次要去桃园胡闹胡闹。而且这本书里面啊，有详细介绍美食哪个景点，然后它有。帮你规划好一些路线，他还教说美食要怎么吃呢？废话，你不会用嘴巴吃啊。好，像里面还有一些隐藏版的美食介绍，以及许多的商家、景点跟餐厅。OMG， 马上带着我姐还有江江江伟辉一起前往桃园，从里面选出几项景点，让我们一起去胡闹吧。Let's go！ Hello， 我们是 SHE， 我是三林子，我是钢珠，我是莹莹哦。我们来到了机器人梦工厂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进去喽 ，Let's go！平日呢，你可以预约，对，它有导览，还有 DIY 的教学嘛，我觉得很可惜，我们没有预约。对啊。那你会买吗？这里就是结合了智慧科技、教育文创，这里真的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呢。桃园真的非常的好玩哟，我这么觉得耶。嘿，你们两个会不会太假、啊？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来到石门水库桃园旅游全攻略介绍来，欧风湖畔小旅行。罗密欧啊，罗密欧！为什么你叫罗密欧？干屁事啊！那罗密欧要你管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罗密欧，你为什么要凶我？什么水库？在大溪老城区的南侧，也有一座堪比光之教堂的教堂，采用环保的绿建筑设计，吸引了许多的网红来这留下美好的回忆呢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所有的网美网红都推荐的拍照景点。天哪，真是太适合我的地方了啊！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大溪的老茶厂。待会呢，我们就要进去看看老茶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？Let's go！ 这里门票一个人只要100块，而且还可以抵消费哦，非常的划算呢。好好喝啊！哦，真的好啉了，酒喝里面的，这个也好好吃哦。你怎么说？你插死你哦，插死你哦！哎，我神！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来到了此生必访台湾最美的图书馆——桃园市立图书馆龙岗分馆。外观大量使用原木香山、碳化木雨林板、橡木，再透过金属、玻璃等加以点缀，自然朴实的设计风格，形塑出人文沉稳的质感呢。
好饿啊！大家看完了这个影片之后，其实我们拍的时候也非常的累，因为遇到下雨。不过这本书真的非常的用心，是年轻人会很喜欢，长辈朋友也会很喜欢去的许多景点。大家喜欢呢，一定要购买这一本来看看咯。如果把这支影片公开分享出去呢，你将有机会获得哒啦金句的相机包，然后我们只抽出10位的幸运儿哦，厂商可以多送100份吗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用你的包分享出去，也祝福你可以抽中奖哦。好，桃园旅游全攻略，让我们一起去胡闹桃园吧！我是春篇，赶快帮我分享、追踪、按赞，大家拜拜，耶！